刚刚那样的那个方法。坏了。这个政策哦不错啊，虽然说减少前进看了，起码我观感比较好啦。以前看到你会觉得说我的中庭很乱，你一撮人一撮人一撮人在这边，你会感觉中庭很乱啦。之前因为这边其实蛮多外劳会聚集在这，那种感觉不是很好，而且身为一个首都的车站，你是这种样子，其实不是很好看，观感不是很好。对，那你现在这样子降空后，这让人家觉得比较舒畅，看起来比较简单干净吧。那之前看到是这里人流会变得比较复杂，难以理解啊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散乱在各处这样。就是我说才难得啊，都没人，所以我才刚才要拍。我倒觉得不是很热闹，因为台北车站本身就是人来人往的地方，可是坐着跟之前的感觉，我会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。那像之前有办一些活动，我倒觉得台北车站有办一些活动是很好，像中立车站跟台北车站嘛。中立车站就是全台湾最杂乱车站，这也没什么，完全没有比啊。这里坐满人，中立车站也是没得比的。中立车站规划太差了。那你之前坐的话，都是坐哪里？黑格还白格？黑格，感觉比较多人坐黑格，就一起跟着一起坐。会选择 A 格啦，如果坐的话也一样是选择 A 格啊，因为你全部都坐白格的话，你会后面坐到后面就觉得全部都是黑的。啊，最有感的政策是什么？就口罩实名发放这个东西，现在各国抢翻，爆发疫情，日本、韩国都抢翻天了嘛。相对于台湾来讲，因为有提早做这个事情，所以在口罩的领取上面比较不会像两三个礼拜前这么样的疯狂，这么样的没有秩序。其实真的算蛮不错的，相较于周遭来讲，我们警觉性算蛮高的。第一个关口罩的限制，其实刚开始大家一定很不爽啊。可是你到现在目前你还买得到，这已经是很难的。你像别的有些地方早就被抢光了，对吧、啊？那有些甚至到了欧美国家，一些中国大陆人过去早都已经收购一空。你现在等到发现想买，你可能甚至就买不到了。我觉得做的还蛮好的。我有朋友在日本，然后他也是有跟我说，他就真的是日本是完全买不到口罩，所以他就是觉得我们实名制其实做得很好。然后像日本现在也有在报道台湾的防疫状况，然后也有觉得是有好的地方可以学这样子。不过也是差不多一样，只是我觉得我刚到的时候每个人都戴口罩，新加坡没有人戴口罩，起初是抢啊，可是街上就没有人戴嘛，十个里面只有一两个戴，大多数都没有什么理了。会不会自己就是去学校会担心一些什么？不会，我研究生啦，所以我平常不会接触人群这样，我就待在研究室里面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比较没有影响。我们比起害怕疫情，我们更害怕教授，所以还好。很多同学都休学了，蛮严重的，外国学生都休学了。那有从同学那边听现在韩国的疫情？韩国的有些医疗，有些城市医疗设备不足，就很多还没检查出来就发病就死了。对于学生影响最大就是上课吧，就原本可以毕业的人就没办法毕业，然后还要休学，然后很多外籍学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，像是飞机什么的都会停飞。就是外送不会来了，可能只会在门口。那怎么办？就只能下去啊。是被歧视吧，因为大家可能听到医院，然后就会避开的。像我们有一些东西，口罩都快，纸的口罩都快不够。你像你有时候进工厂，我们基本的配合量都快不够了，对啊，都要限制的用。有时候甚至可能一些网帽口罩一撑就只能用一个，对啊。那你有时候这个流汗满身，大家回来再盖，有时候都味道都臭掉了。其实我们的口罩是纸的，就是一般纸做的口罩，他们都是中国大陆才会进的啊，台湾没有去做那种很低成本的纸口罩。那你现在禁止出口，你也买不到啊。旅客人数会明显的减少很多，因为大家都避免说我在车上被像日本那样被那个染来染去了。其实还是多少有点影响吧，因为现在我觉得因为毕竟现在的疫情也不是说真的完全的知道，像一些无症状感染也是很多，那一定会有人担心就比较少出门，对，所以人流一定会变少。我们也是上班都是要戴口罩，然后基本上都会自己都会先消毒，那定期也会擦拭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柜子啊或什么，就是定期会做一些消毒，然后也会自己的就是量体温或什么的，对、啊、消防有啊，因为我们平常在跑救护车嘛，那救护车的话就是只要有问到出去的话，指挥中心一定会问说他有没有那个
跟外国人接触的病史，接触史，如果都有的话，我们可能以我们屏东啦，我们可能就会叫就是这次的专业指派的分队去出勤，对，或是穿着就是全身是防护衣这样子。我们口罩跟消毒酒精的话都不会有缺，所以是还算 OK， 不会说因为口罩什么管制，然后就变成说我们就是使用很困难。对，我们还是一样，每一趟救护还是会去更换我们的口罩，不会像说外面说七天，因为七天领两个啊，现在改七天领三个的，就是这种困境。对，我们消防是不会遇到，我就觉得还不错。这也不是政府能控制的事情，因为疫情这种东西，毕竟不是说我们想控制就可以控制的。那我觉得政府已经做的就是尽量做到最好了，我们也不要太苛求什么，就是自己其实自己做好是最重要的。